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非同凡響慢閘啊！前面快噶嘛，埋邊位置最歡笑快啦，中間話曬事啦，中檔黃衫咧，咁啊仲有中華豬掌出邊兩隻，分別係小島怡情最出，仲有隻東山再起啊！跟住個二搭第六位中檔位置，仲有喜悦名區啦，內欄葵涌老友啦，咁啊後邊五匹馬堅尼地響尾五紫色眼罩嘅，尾四走二搭啊，咁啊就係嗰只長江普照啦，埋邊非同凡響，暫時墊後一隊有呢只明德之星啦，同埋貼欄嗰只係維善聚落嚟嘅。好啦，過咗呢個千二米段。前面放头是东山再起，话晒是在第二位，外面有这只小岛怡情走了上去，内栏第四是最欢笑，二搭第五位中档还有这只喜悦名区，内栏的马跟着大约第七位有这只葵涌老友，中间就是坚尼地，出面中华主将，尾四飞同凡响，尾三长江普照，尾二维善聚落，包了落尾就是那只明德之星。好了，对面直路的中尾段，前面都还是这只东山再起，占先半个身位，跟住第二位小岛怡情啊，内栏第三最欢笑，第四位仲系话晒事，第五位咧就系呢只喜悦名区，外边开始发力啦。内栏位置仲系葵涌老友啦，再见到中间就中华主将啦，出边坚尼地啊，后啲嘅马啦非同凡响，内栏啊上咗遮少啦，尾三长江普照，尾二维善聚落啊，褪落去嘅马中华主将包尾明德之星啊。好啦，最后直路前面透出嘅马系中档嘅话晒事啊，咁啊见到埋边追啲有最欢笑啦，中间葵涌老友唔够位啦，咁啊外边冚嘅马。分別有堅尼地啦，同埋長江普照啊！最後一百米到，話曬事佔先，堅尼地外邊三位冚緊上嚟，接近終點，堅尼地中外檔冚上嚟贏，話曬事跑第二，第三名咧最歡笑喺入邊，出邊係長江普照啊！咁啊，結果呢只話曬事以為有機會到之際，十一號嘅堅尼地咁啊，揈咗出去少少咧，就由佢內閃啦。咁啊，結果贏馬跑第三名咧，埋邊嘅最歡笑，出邊嘅長江普照要影相。头场赛事赢马系十一坚尼地，终于出头啦！咁啊，田泰安即刻有马赢啦，今晚啊！